出年6月。Alex 你就恨到啦，谂住去边度honeymoon啊？我话冇所谓啊，谂晚大师啊，老婆大人揸啲。啊，我心大心细啊，你觉得去希腊好定系去法国好啊？嗯，呢啲好普通啫喎。其实honeymoon我哋慢慢谂都仲得。我今日约你出嚟食 lunch， 系想你帮我做伴娘。又系我啊？鬼叫啊！中学四朵金花得翻老婆同埋阿 Jenny 仲喺香港咩？你唔会拖我手争啩？一场姊妹喎。我都話唔 OK 咩？耶，咁就咁決定啦。嗱，最多我個一定拋個花球係俾你一個嘅 ，OK？ Alex 啊，你個樣做咩好似咁攰咁嘅？平時咧公司都係咁噶咯喎，嚟到呢度食飯都係咁。鬼咩？佢一個人打兩份工。OK。兩份？嘿，你聽佢亂噏吧。大头虾嘅，喂，你好 Johnny 啊，唔该，系你好成功贸易会计部噶，咁上个礼拜你哋交嗰份报价表，好似填漏咗少少资料，想同你哋 check 翻。啊，冇人报过价？就电子零件嗰份啫喎，冇，好唔该晒，拜拜。冇报过价？喂，你好啊，系咪维尼电子有限公司噶？系，你好，我姓陈噶，咁系成功贸易嘅会计部噶。阿 J， 做乜咁愁啊？如果你有一个识咗十几年，做埋同一间公司嘅朋友，佢喺出边秘密开咗间公司，接公司啲订单，仲伪造其他公司嘅报价单嘅话，你会唔会揭发佢？做嘢先，陣間再講啦。有咩啊？照顧得啦，轉頭俾你啊。你咖啡啊？Alex 啊？我有啲嘢想問下你啊，會議室傾啊。你同我求下你，千祈唔好同公司講啊。其實我啲價錢都好公道啊，公司同我買貨冇乜損失噶。肥水做咩要鬧別人田呢？但你咁樣做都係唔啱噶。你估我真係想咁做嘅咩？你又唔係唔知道我就嚟結婚，幾大支出噶啦？嗱，你唔念咗我同你咁多年嘅交情，你都諗下 K 啊？佢係你最好嘅姊妹喎，如果真係出事嘅話，咁邊個照顧佢啊？你當我咩都唔知啦？我以为自己在这件事上面没有收受过利益，只眼开只眼闭就会没事，估不到后来公司内部稽核，件事被揭发， Alex 被廉署拘捕，而我也因为被怀疑和 Alex 合谋，要停职接受调查。我真的很后悔那天没有照你的提示做到公私分明。我明白你的难处的，不过发现贪污贿赂问题，应该即时向管理层或者廉署举报，千祈唔好因为友情而当冇事发生过。
嗱 ，Alex 佢開私人公司承接公司嘅生意，就算係貨真價實啊，公司冇損失都好，本身已經產生利益衝突噶啦。咁況且佢偽造其他報價，利用虛假嘅文件蓄意欺騙僱主，更加觸犯咗防止賄賂條例啦。